九日资金路线图主力资金净流入39亿元，龙虎榜机构抢筹6股。今日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开盘净流出81.58亿元，尾盘净流入53.26亿元，两市全天资金净流入39.19亿元。沪深300今日主力资金净流出3.7亿元，创业板净流入27.68亿元，中小板净流入21.96亿元。28个升万亿级行业中，14个行业实现资金净流入，其中电子行业净流入118.12亿元居首。概念板块方面，今日融资融券、科技龙头、富时罗素概念、标普道琼斯等概念板块资金呈现净流入，其中融资融券概念净流入186.88亿元居首。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，机构现身11股，其中中兴通讯等6股呈现机构资金净买入，华东电脑等5股呈现机构资金净卖出。